奔跑在田野上的孩子们像一阵轻快的风，他们是自由的，天真的。就这里的小孩，你看到他们会觉得说，需要很多爱的人会先付出很多爱。太多瞬间让我相信，诗歌给予了孩子面对生活的勇气，也让大人走进孩子差点被遗忘的小世界里。你要倾听，也要回应，小小的心灵。